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嘉哥。你们有看到梦儿分享的种草优等生吗？我自己啊，平时就认为梦儿是一个人间种草机，因为他不停地在跟我分享很多好的东西，比如说他一直在跟我说，人想要变白就一定要擦橘色的口红，那个 TF 的那个口红，他就一直在给我们种草，不停地跟我和李斯旦说，让我们去买那种橘色的那种口红来提显自己的白度。所以呢，你们也可以过来参加这个话题哦。对了，实名要跟你们安利一下 Sam 老师的变美课堂首秀，9月27日，记住，9月27日晚上8点，据说会有很多的惊喜。我也要去蹲一下，看一下我们的 Sam 老师介绍什么东西。拜拜。